直在叫。啊啊！而且在哪里？哎，这个怪。在这里。拜拜。再见。拜拜。阿咪耶。拜拜。Hello， 他伸懒腰了。好，刚好来洗照片嘛。然后他洗完照片，老板推荐他说今年过年有2000块的大那个刮刮乐，所以他就买了一张。然后不过他说他要先等狗狗叫了，他才要买。他就真的叫了几声，然后那个客人他就买了。然后买了以后，他是带那个除夕夜他才刮。然后他就他说那天买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那个有如果有中奖他们要包红包给我们这样子，结果他真的中了100万，然后他就传来给我们，就把那个彩那个刮刮乐传给我们看这样子。对，那平常我们这一只狗他会叫吗？还是他要看人叫，他不一定每次都会叫。好，对对对，可是客人都很喜欢他叫。好，所以他每次叫大概都会有一些，都会有一些，对，会中。哦，这样子。对对对。啊，你今天饲养他多久？我们是捡到他的。哦，这只是流浪狗。啊，流浪狗。捡到他到现在已经8年了。在这里。就这样子讲过来。耶。1、2。努力奇在哪里？没有。再见。